随着小儿子象越来越大，瞽叟对舜的感觉也越来越淡。人女对舜不仅百般刁难，严酷苛刻，还变本加厉地不给舜吃的，想要彻底地除掉舜。舜好几次险些饿昏在天间，但是他都挺了过来，照常在傍晚时分跟随吴承昭先生学习大道之理。吴承昭先生知道舜的境况很艰难，几次三番想要到酋长那里反映情况，都被舜阻拦下来。舜用醇厚的孝心感动了吴承昭先生。婶儿，你给叔送饭呀？是啊，怎么还是回家吃去啊？是啊。哎，要我说呀，就让你弟弟给你送饭，这一来一回也好几里地呢。弟弟要上学呀。这么多年了，我还没看着过他们谁给你送饭呢，真是的。您知道的，我爹眼睛不好，我娘得在家照顾他呀。哎，行了，你快回去吧，晚了又赶不上饭点了。嗯，婶儿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赶紧回吧。嗯。顺，家里没柴火了，你马上去山里打些柴回来。哦。嘿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去呀。哦，我这就去。没有柴火，晚上就没有饭吃，一家人都要饿肚子。娘，您放心，天黑之前我一定回来。找到了。怎么了？
些是给我吃的？赶快在天黑之前下山，怎么你不让我走？可是我你要我继续吃，可是天黑之前我如果不回家的话，家里没柴火，父母和弟弟都会挨饿的。快点把柴火拿进屋里。好的。吃饭了。爹，坐吧。你也吃吧。娘，我不饿，你们吃吧。谢谢你们。先生，还有这个呢。哦，听你这么说，那些动物好像都知道你的近况，他们是在帮助你。我想应该是吧。啊，这人呐，有了德行，飞禽走兽也都能感化呀。可能是我经常上山打柴的缘故吧。先生，我该回去了。啊，回去吧。哎，记住。这个事情不要宣扬，我怕节外生枝。好的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我去先生那边了。你拿的是什么呀？是些野果子，我带回来给你们尝尝。爹娘，你们尝尝吧。你在哪儿找的这些野果子？一些朋友送给我的。怎么有些果子都没见过呀？都是在深山里找到的。你的哪些朋友啊？怎么没听你说起过呀？不是咱们部落的。娘，还有水吗？没有，我去打。去吧。
水剩的不多了。嗨！嗨！啊！你们这是？我平时砍柴全都是找枯倒的树木，你们啊，你们找的也是枯树？其实柴火我可以自己来砍。啊，那我就谢谢你们了，谢谢了。啊，这。那天是急着回家，今天我自己走吧。嗨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谢谢你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？我……哎，记住，这个事情不要宣扬，我怕节外生枝。我，娘，其实这些柴火是山上的动物们帮我打的，然后他们给我送回来的。动物？什么动物啊？有老虎、猴子、小鸟，还……你就骗我吧！我没有。哼！行了行了，我懒得跟你掰扯。家里没水了，打水去。我这就去。至此以后，虽然人女还是刻薄地对待舜，舜一直缺衣少吃，但奇怪的是，舜越长越快，越长越高。人女感觉奇怪。他怀疑舜偷吃家里的东西，但又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。怎么会一点没少呢？你在干什么呢？咱们仓房里过冬的食物少了些，是不是你拿了？我拿它干嘛？这就奇怪了。没道理啊，怎么会少呢？你有什么话就直说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很长一段时间了，舜都没在家吃饭。而且他越长越高，一点也不像被饿着的样子。你是说舜偷了家里过冬的食物？我可没说啊，就是觉得奇怪。我问问他。还有一件事儿，舜现在有事儿没事儿就往山里跑，你说他会不会想分家呀？他敢，让相叫他回来，我要问清楚。舜，舜，爹叫你回去。出什么事了？不知道，爹就说让你马上回去。好了，走吧。
你回来啦。爹，你有什么事啊？你自己去看看仓房里过冬的粮食哪儿去了。怎么少了这么多？我昨天还查过呀。仓房里的粮食一直都是你在照看，怎么一下子少了这么多呀？啊？我不知道。你是不是经常上山？是的。你去山上做什么？我做什么？你给我跪下！想清楚了再跟我说，不说就永远别进屋，永远别站起来。看起来顺不打算认错了。他敢？哎呀，没什么敢不敢的。他都长大了，也有能力养活自己了，他能听你我的话吗？我看呐，就让他进来吃饭吧，别把他惹急了，回头不认你这个亲爹了。相，扶我出去。棍子。嗯，好嘞。你到底认不认错？爹，我没有。你没有？你没偷粮食，平时都吃什么了？爹，您听我说，平时都是山林里的动物们给我吃的。我……你还敢骗人？爹，我没有骗您。爹，你今天要是不认错，我就打死你。爹，您别生气。嗯，住手。姑嫂，适可而止啊。照你这么打下去，你想打死这个孩子吗？我就是要打死这个不知好歹的孽子。今天我在这里，看谁敢放肆。哟，这不是吴承昭先生吗？您吃饭了吗？先生啊，我们当家的正在教育孩子，您这么一闹，让我们以后怎么管孩子啊？哼，管教也得有个方式方法，像你们这样是不对的。瞧您这话说的，就算酋长他也管不了各家各户怎么管教孩子。再说了，管教孩子那都是为他们好，哪还分对错呀？酋长是管不了各家各户怎么管教孩子，但如果酋长知道有人虐待我们有余氏部落的下一代，那他就会管。哼，你们这些年做了些什么心里知道。顺一直在我面前说你们的好话，替你们求情，我才没有到酋长那里揭穿你们。我现在就带顺走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哦，没戏了。老师，我们还是回去吧，我怕那些动物吓着爹娘。带他们来就是想让他们觉悟。哼，神神叨叨的，我看他们有什么花样。他们知道我来了。我怎么听见有老虎的声音呢？这回信了吧？爹娘，平时都是他们给我食物的。他们是我的父母，请你们不要伤害他们。